戴鸭舌帽，口罩遮好遮满，穿着短裤，穿着相当休闲。南韩天团 Super Junior 小分队成员银赫东海29号中午抵达桃机，一出关，粉丝纷纷拿出手机抢拍。移动好，小心哦！两人搭上电动车，也不忘和粉丝亲切挥手，最后才在工作人员护送下离开。Super Junior 的全团去年11月才在小巨蛋举行团体演唱会，当时也造成粉丝轰动。只是今年团体才刚刚迎来组合出道18周年，银赫跟东海两人却在14号抛出震撼弹，宣布离开经纪公司 SN 娱乐。2011年，两人组成 Super Junior DNE 子团体，这回结束原本经纪公司合约，强调 SJ 团体活动依然是以 SM 娱乐主导。接下来粉丝演唱会也还是会唱好唱满，让想见到欧巴的粉丝们直呼超期待。三立新闻张玉杰、蔡以智、夏邦明，桃园台北采访报。九零蔡依林帅气裤装搭配涂鸦风圆盘帽，压轴登上 KKBOX 风云榜颁奖舞台，嗨歌一首接一首。新专辑歌曲《脑功》天滋滋双人舞首度公开演出，就连韩国天团 Super Junior 也特别来台演出。Super Junior 连唱三首歌曲，除了 Hunger Black Soup， 最经典的是他。经典 Sorry Sorry 舞蹈唤起许多粉丝回忆。萧敬腾也以华丽精品新装亮相，连三首情歌让全场听得如痴如醉，一等一豪华卡司云集都大大满足粉丝们。三十五分钟，罗翔 SNS 台报道。